出游戏水危险要小心，不注意险些出大事。在玩水泼来泼去，就想说我要去比较快的地方，水装的比较快，结果我就滑了，水流超快了，顶了，再往下走就是瀑布了。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真的对不起我的父母。他在水里面把面镜、呼吸管全部拿掉，我要跟他一样。面镜一拿掉的时候，我的隐形眼镜就飞走了，捞呼吸管捞不到，这口气要是放掉我就完，捞到了，那是觉得活过。今晚10点，小明星打更班。